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第24节课啊，我们今天这节课呢会由我的前同事叫谭志伟，叫 David 啊，他现在 CapriOne，给我们讲关于统计的这部分，他会讲2节课，关于这个 statistical testing hypothesis testing，就是统计检验这方面相关的这个内容。我大概呢就把我们上节课的这个作业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呢就会把这个课交给他，我们上节课的这个作业呢，我们的作业的这个 type 我都写在这里了，对吧？大部分同学都完成的挺好的，就是说明我们同学对这个统计的基础这个部分内容还是掌握的比较清楚的，我们呢就简要的讲一下这个内容吧，好。我拿这个 Chloe 写的这个作业，来讲一下我们这个内容。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等一下啊，我应该把那个作业题应该大家还是记得的，对吧？第一题，我就不另外打开了。第一题，我是考察一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对吧？我是假设人群中这个 O 型血的比率大概是30%。然后呢，我在人群中随机抽取100个人，对吧？我是问这100个人里面有40个人或者40个人以上，有这个会是 O 型血的这个概率大概是多少，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我们说过它有两个常量，对吧？一个是 N，在这里呢就是100，另外一个呢就是 P，就是像硬币朝上的这个概率一样，在这里呢就是这个 O 型血的这个概率，就是30%，对吧？它如果是大于等于40的这个概率呢，就刚好等于一减去，它小于40的这个概率，对吧？小于40的这个概率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CDF，对吧？就叫 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就 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 呢，你就写可以写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写成一堆的这个PDF，叫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相加的一种形式，对吧？在这里呢，就是它如果是小于40的话，那就有可能是零，一直到39都有可能，对吧？然后每一种可能性的这个 probability 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从100个里面选 x 个，就是 C100x，对吧？然后 p 的 x 方乘一减 p（括号100减 x），对吧？所以呢，它的公式就会是这个样子，对吧？当然这个算呢就很麻烦，你要么呢就写个程序去算，当然呢，因为这是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你可以去查一下表或者用一下这个Python 的这个 package，你就可以直接算出来，大概呢就是大概是等于2%左右，对吧？这是一种方法，对吧？然后我们说过，就是当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 NP 和 N 乘一减 p 都挺大的时候，它会转化为，它会近似于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对吧？对于 normal distribution 来说，它也有两个常量，一个叫 mean，对吧？一个叫 variance。mean 一般写成 mu，一个叫 variance 写成 sigma 平方。这个 mean 呢，就是从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过来的话，它就是 NP，对吧？因为 binomial distribution 它的 mean 是 NP，它的 variance 是 NP 一减 p，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它的 mean 算出来是30，然后把它这个 variance 也可以算出来，就是 NP 乘一减 p，对吧？就是21，对吧？所以呢，它的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sigma 就是这个根号21，对吧？你有了这个 mean 和mean 这个 mu 和 sigma。你就可以算出它这个 z 值出来，对吧？z 值呢，就是你要算的这个值，就是40嘛，对不对？我看它这里写了吗？对，就是40减去这个 mean 30，再除以这个 sigma，对吧？所以呢，你算出来，比如说是2.18，对吧？然后呢，你就去查这个 z 值的一个表，对吧？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呢，你是要查这个 CDF，对吧？cumulative density function 就是小于2.18的这个情况是多少，对吧？它出来是0.98，比如说。然后你一减去了，就变成0.014，就大概是1.4%左右，对吧？所以呢，这个是比较接近，但是也不是完全接近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题目呢，就考察了多处地方，对吧？Binomial distribution、normal distribution，对吧？Mean and variance，对吧？PDF、CDF 怎么查表，求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内容呢，还是挺丰富的，对吧？我这里呢，我基于这个包美同学的这个作业。我呢也提供就是三种你写 code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法，对吧？比如说我们这它呢就调用了这个 random 的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这个 function，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用一个模拟的方法去算出来的，对吧？你可以认为就是我们做了很多次实验，做了这么多次实验，对吧？
可能是200万次实验，对吧？每次实验呢，我都扔100次，对吧？扔等于是扔100个硬币，然后硬币朝上的概率是0.3，然后我们就得到这个 x，这个 x 呢里面呢就有，比如说是200万个值，就特别多值，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只要看看它大于等于40的值有多少个就行了，对吧？然后再除以整个数，其实呢，就是大于等于40，然后你求个 mean 就行了，因为这个大于等于40就出现一堆 true 或者 false，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跑完之后，它得出来是大概是2.1%左右，对吧？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 x 值去做一个 density plot，它就会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它呢就特别像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啊。因为这个 n 乘以 p 和 n 乘以1.p 都很大，对吧？另外两种方法呢，就是直接去套用这个 CDF 这个公式，对吧？一种呢就是你用 binomial distribution 的这个 package，对吧？你求出这个39，对吧？因为它是不能包括40的，因为你要一减去它嘛，对吧？这个 CDF 呢都是从这个最左边零或者是负穷开始算，对吧？到你当前的这个值，所以呢。我们这个就算到39，然后这个是这个 n 值对吧？这个是 p 值对吧？然后算出来是2.1%，你看跟这个就非常之接近对吧？同样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也是可以的，你看也是用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这个 CDF，你把这个 x 值告诉他，你这个 mu 值告诉他，你的这个 sigma 值告诉他，它呢就自动就生成，比如说这个是1.45对吧？我们看看这个题目是多少。这里算出来的话，大概也是1.4%左右。OK，这第一题啊，第二题我看大部分同学都没有问题啊，就是利用这个 Bayes theorem 对吧？它呢是这么写的对吧？然后这里啊有好几个概率对吧？就是你要搞清楚什么是 PAB，什么是 PBA，什么是 PA，什么是 PB 对吧？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搞清楚，然后带到这个公式里面去就可以了。当然我们求这个。test positive 这个 probability 的话，我们要用一个 total probability 这个公式，对吧？就相当于是 PA 是等于 PB 再乘以 PB，PAB 对吧？然后再乘以 B 不成立的时候，再乘一个 B 不成立的时候 A 的这个概率，对吧？这个我看所有同学都没有问题，我们就不花太多时间。这是第二题，第三题。他这就直接跳到第五题了。我看有没有同学做了第三题的，因为我说的这个第三题和第四题呢是一个 optional 的，对吧？面试肯定不会考大家这个东西的。第三题呢，我是说，我们给出了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公式，我呢是说，当这个 n 特别大的时候，p 特别小的时候，但是 np 是一个常数的话，这个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是会。接近于一个公式这个呢就是Poisson distribution 对吧？这个呢就是数学的推导对吧？你呢把 NP 等于 number，P 呢就等于 number 除以 n，然后你带进去，然后呢你就慢慢去推导就行了。其实是这个在网上呢也很容易找到这个推导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而且你会用到这个公式对吧？这就是自然对数的这个看看。对你可以用到这个公式，对，把求一下 log，对吧？然后算出来这个东西，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自然对数会出现的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原因，其实是，然后呢，这个 PDF 呢是变成这个样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solution。这第三题、第四题，我是让大家去验证一下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如果是。这个叫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也就是 mu 等于零，sigma 等于一的时候，你求一个积分，它会是等于一的，对吧？这个公式非常有意思，因为它里面又有一又有派，就是又有派，对吧？然后求积分出来了就变成等于一了，对吧？然后它这个求积分的这个过程呢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等于是要 build 一个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个积分，然后呢把这两个积分相乘，比如说一个是 x，一个是 y，对吧？然后呢，你要做一个坐标的转换，就是在二维的这个Cartesian coordinate，就是 x y 转换为这个极坐标，就是 r 和 theta，对吧？然后呢，你把带进去算一算，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 theta 就 r 和 theta 能够分离出来，所以呢，你可以分别对它们求积分，就很容易了。
最后算出来刚好是等于一的，这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啊，这个面试肯定不会考大家的，这是我很早之前作为作业写在这里的啊。最后一个题目，我觉得倒是很有可能会在面试里面被碰到过，其实就是有人我也忘了是谁了，就是碰到过，所以呢我就把它作为一道面试题目让大家去做。然后这个题目呢，我发现有两种做法。这个题目是，我让大家去证明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它的 mean 是 NP，然后它的这个 variance 是 NP 一减 P，对吧？我们，一种方法呢，就是你直接去做这个数学的这个推导，对吧？这个 x expected value 呢，就是它的这个 mu，对吧？所以呢，你把这个 x 再乘以它的这个 PDF 就行了，对吧？当然这个公式。就有点复杂了，对不对？然后我看，它这里是怎么做的？就是你要把这个 y 呢设成 x 减一，然后呢 m 呢就变成 n 减一，对吧？然后呢就这样的话能够分离出一个 m 加一这样的东西出来。OK，分离完之后呢，因为这是一个常数，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外面去，包括这个 p 呢也可以放到外面去。然后里面这个东西呢，你发现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这个 probability 累加就从零到 m，对吧？然后这个累加呢，应该 suppose 就刚好等于一，对吧？然后这样的话，这里等于一，外面就等于 np 了，对吧？所以呢，它的 expected value 就等于 np，然后求这个 variance 呢，它这个方法呢就更加巧妙了，就是说，哎呦，sorry，你先算出这个 x 乘 x 减一的这个 expected value。也是一堆数学推导，对吧？你把这个 x 乘 x 减一把它带进去，然后呢，也是同样的，就是你一开始是从零到 n 求和，对吧？然后变成 r 到 n 求和，对吧？这样的话呢，你就把这个 n 呢换一下，对吧？然后呢，这样的话有两个 p 的平方会出来，然后这边东西呢刚好也是等于一的。所以呢，这个 x 乘 x 减一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就不是变成这个样子，对吧？然后这个呢，就是刚好其实就是 x 平方减 x 的这个 expected value，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x expected value，所以呢，我们就知道 x 平方的 expected value，然后我们之前说过，一个很重要的公式，对吧？就一每任何一个 distribution，它的这个 variance 都是 x 平方的 expected value 减去 x 的 expected value 的平方，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东西都带进去，然后你发现呢，它刚好就等于NP 乘一点 P，这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呢就数学上比较复杂一点，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比较巧妙一点，我们有位同学呢也写在这里了，我估计就是如果你在面试中碰到的话，这个面试官很有可能是希望你做第二种方法，他呢是这么做的，就是说。我们先就是我们说过 binomial distribution 就好像是扔硬币，对吧？你是扔 n 次，我们一开始呢就不考虑 n 次，我就只考虑一次，对吧？其实这个 n 等于一的这个情况呢，在统计里面好像也是有个分布，好像叫 Bernoulli distribution，我没记错的话，这样的话这种情况就很简单，对吧？你这个 expected out 就是 outcome 是有两种，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对吧？一的概率是 p，零的概率是一减 p。就对于这个事件，只扔硬币一次的这个事件，我们求出它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就很简单，对吧？那就是零乘一减 p 加上一乘以 p 就等于 p，对不对？它的这个 variance 也很简单，对吧？我们呢就把它任何一个 outcome 的平方，对吧？sorry，就是任何一个 outcome 减去它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括号的平方，然后再乘一下它相对应的这个概率。probability 就行了，对吧？比如说它都有零的时候，那就是零减去 expected value 括号的平方乘一减 p，再加上一减去，是一的时候，就是一减去 expected value 括号的平方再乘以 p，对吧？这里面所有东西你都是知道的，对吧？这个 expected value 是刚好等于 p 嘛，那这里就是 p 的平方乘一减 p，这里呢就变成一减 p 括号的平方乘 p，对吧？你算完之后，你会发现就刚好等于 p 乘一减 p。所以，对于硬币只扔一次的时候，我们知道 expected value 是 p，variance 呢是 p 乘一减 p，对吧？这是只是扔一次。
但是如果你扔 n 次，那你怎么算它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和这个 variance 呢？这里呢就要利用到这个统计这个背后的一些公式，尤其是这个 variance，这个累加的这个公式，它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事件，这个 X 事件和 Y 事件，对吧？如果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就互不影响的话，那它们就是 X 加 Y 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就等于 X 的 expected value 加上 Y 的 expected value，它们这个 variance 也是一样的，就 variance 可以叠加起来，对吧？expected value 也可以叠加起来，只要它们两个数学是independent，对吧？我们今天这里有统计的专家在这里面，所以呢，我也不敢说太多，对吧？但是这个公式呢，还是挺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 variance 这个原因，或者，对吧？因为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的话，它的这个量刚好是跟你要做的这个 variable 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搞个 variance 呢？就是搞个平方在这里，对吧？感觉有点不太自然。我觉得其实它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random variable 相加，对吧？如果它们俩是相互独立的话，那是它们这个 variance 是有累加的这个东西的，对吧？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 是没有的，其实是。OK，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就 each trial is independent，对吧？就是你的 n 次，那这个最后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呢，就是每个 expected value 相加就行了，对吧？那有 n 次，每个都是 p，那就是乘以 np 了，对吧？variance 也是一样的，对吧？就是 n 个 variance 相加，对吧？每个 variance 都是 p 乘一减 p，那 n 个呢就是 np 一减 p，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你面试的时候估计是让大家去写这样一个东西，对吧？我不太相信，就是，大家能在现场推导出来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一种方法，对吧？那个还是挺复杂的，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这个作业，大家都做的挺好的，唯一一位我看看，我要稍微，我看了一下，要讲一点的话就是我看看，艺文同学好像是，我们这里呢就是让大家去算出这个是，并不是有40个人是 O 型血的，这概率是多少？我们是让大家去算，40个和40个以上的人有 O 型血的这个概率是多少，对吧？所以你这里求出这一个还是不够的，对吧？你要把40、41一直到100都要算出来，对吧？你要累加从40到100，你才能有可能算出这个我们要的这个答案，对吧？就是这个问题。其他的呢，应该都没有太多问题。好，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我们的 David，你在吗？现在啊，我在的。？OK，我们稍微你稍微准备一下屏幕吧，然后我稍微介绍一下。OK，好。对，David 是我以前前同事，对吧？然后他现在在 Capital One，然后他之前呢在 Freddie 待过，然后在 ComScore 也待过。然后在 Nielsen 也做过实习，然后他之前是马里兰大学统计系毕业的，然后他也拿了这个 Berkeley Data Science 这个 Master，所以非常优秀，现在非常过有奖过奖，荣幸请他来给我们讲这个统计方面的这个课程，然后大概分为2节课吧，主要就是讲各种不同的这个 hypothesis testing，给大家一个 flavor，然后帮助大家去准备一些。这些方面有关的这个面试好，我现在就交给你。OK，好的，好，Hello，第一次说啊，不，有说的不好的，请大家批评。没关系，我反正有第二节课，我再改进。那么，我今天的雍老师告诉我，让我说一下 hypothesis testing。那我就，大家或多或少可能听到过，或者之前上课也做过一些、教过一些 hypothesis testing 的东西。我呢，就从比如说准备面试的角度，或者是给大家一个复习，或者是如果说你从来没有接触过，那么一个 introduction level。我个人基于我个人的感觉，大家准备到这样的程度，出去面试就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所有的例子呢，我并没有像教科书那样严谨，但是基本的一些 concepts 我会 cover 到，一些 procedure 我会 cover 到。
那我这个 notebook 我希望给大家的是，大家可以从那个 Dropbox 下载我的这个 notebook，你可以一边听我说，一边打开，一边 test 你的 code，一边翻翻教科书，Google 一下都可以。那么 一般来说，go through 一遍的话，那你就知道了，什么样的 case 我用什么样的 test，什么样的 case 我用什么样的 test，有很多很多的 test，那常用的就那么几类，满足，就是出去面试的话，知道这几类就可以了。否则的话，面面俱到准备，你也不知道他要问什么。然后 test 也很多很多，我不希望大家去死记硬背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Anyway，那么就是说，high level，我们为什么要做 hypothesis testing？这个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在很多大厂里面，对吧？那个 Facebook，特别是他很喜欢做 A/B testing。他也给一部分人看一个广告，给另外一部分人不看一个广告，那么比较这两部分人，他们的用户行为习惯有什么不一样啊？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hypothesis testing、statistical testing 啊。再比如说，我之前在 Comscore 我们是做，这个 media measurement，那我们判断，比如说 online advertisement，网上放广告，那我们判断这广告是好是坏。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用 A/B testing 的方法来做。那当然了，后面牵扯到一个 A/B testing 就牵扯到 sample。那 sample 有的时候会很贵，你要找一个个人来做实验会很贵。那么我们后面还会有其他的方法来这个 decrease the cost。那就是说，总的来说，为什么做 hypothesis testing？那就是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希望对总体的数据啊 total population 进行一个估计。但是呢，total population 我们又拿不到，我们只能找样本 sample。那我们用样本来估计总体情况，这就是一个假设检验的一个基本的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假设检验呢，它是基本上情况，它是对一个 total population 它提出一个假设值啊，然后我们利用样本的信息呢来判断这个假设值是否成立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们一般认为。男生比女生要高啊，那一个学校里面，哎，我们可以抽100个 sample 出来啊，男生女生是不是男生比女生高？那一个学校有1000个人，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测，我们找100个人出来，看看我们的这个 hypothesis，就是男生比女生高这样一个假设是否成立。那么讲假设检验，那就要讲。Non-hypothesis 和 alternative hypothesis，一个是原假设，一个是那个这个中文叫备则假设。Anyway，我用英文说吧，non-hypothesis，那它就是我们的原假设，它主要是就是我们想要拒绝的一个假设。通俗来说，就是说你想要拒绝什么，你就把它变成 non-hypothesis。通俗的是这样说的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两个 sample 是相等的，我们做 A/B testing 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 A/B testing 他们两个 sample 不相同。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我们原假设就把它变成两个 sample 相同，alternative hypothesis 我们就假设这两个 sample 不相同。那学到后面就知道有 p value 嘛，p value 会很小，对吧？我们喜欢小的 p value，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那小的 p value 就代表。发生 non-hypothesis 的情况概率很低，所以我们 reject non-hypothesis。那这个 non-hypothesis 就是我们希望它 reject 的啊，这个我就通俗来说，alternative hypothesis 就是我们希望 accept 的。我们提出了这个原假设和 alternative hypothesis 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来 set 我们的 significance level，那就是 alpha。那 alpha 呢，一般，教科书上面或者是工业界呢，都是0.05啊。那这个0.05是什么意思呢？0.05它其实是一个 p value，它是一个 probability。这个 probability 我们去 reject the null hypothesis when actually the null hypothesis is true。说的有点复杂，就说，这个0.05是一个概率，这个概率让我们去推翻原假设，当原假设是正确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学校里边1000个学生，那我们取100个学生，取100个学生，我们取了很多个100个学生，一个个做样本。那
大部分的情况，男生比女生高，哎，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样本，有一个 sample 或者两个 sample，女生比男生高啊。那我们知道，对于整个 population 来说，男生是比女生高的，但是我们这个 sample 出来，我们有一个 sample 特别情况，女生比男生高。那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我们就是我们要 reject，我们要就是推翻我们的原假设，我们的原假设是男生比女生高的，这种情况的发生的概率就是 0.05， 那我们希望这个概率是越小越好。那 significance level 你也可以设置成 0.01、啊、这个如果说你要更加精确的话，设置好了这个 alpha 之后呢，一般都是 0.05， 那我们就要 compute the test statistic。 我个人感觉 compute the test statistic 有点就很学术化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就是直接看 p-value 啊，工作当中也好，或者是面试的时候，好像我觉得好像很少有人在刨根究底的问你 test statistics 是什么。当然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整个系统呢都学一遍，就都过一遍。这样，我等一下会聊我们 test statistic 怎么理解啊。那么找到了 test statistic。那么我们就会知道 p-value， 这个 p-value 跟 test statistic 是相当于是双胞胎一起出现的，你不会出现 test 只出现 test statistic 而不出现 p-value， 因为这个非常容易算 p-value。 那知道了 p-value 之后呢，那我们通常就叫 conclusion， 这就是一个过程。那么有一些重要的一些 concepts， 我会等一下那个过例子的时候跟大家一个一个都过一遍啊。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听到过比如说 alpha 呀，比如说 type 1 type 2 error， 比如说 one tile 和 two tile test 啊，就是 one sided 和 two sided test， 还有这个 p-value 的话啊，capital 1面试的时候会有一个统计的 case， 那这个 case 里面呢啊，你就面试官就通过你的解释，那他会考察你的一些统计知识。那 p-value 是一个肯定是必考的，就是问你，哎，你怎么解释 p-value 呀？或者是啊 ，p 在这里 p-value 就是用处是什么？那然后还有这个 degree of freedom，degree of freedom 也是一个很多我在学习的时候，起码当初的时候我是有点混，因为啊也没用到过，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用，但是这是也是一个统计的概念，这样。大家可以，我说的时候大家可以打断我，那可以交流，这样。OK， 第一个 test 是 normality test。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Taiwan 跟 Type 2的 L， 你能否更详细的展开说一下呢？这些好的，好的，我等一下会说。对 ，Type 1和 Type 2 error 啊，这和 p-value 是相当于是同时会出现。对。对。OK， 那么。我你说，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degree freedom 这一块可以详细说一下吗？因为我也一直挺混乱的这一个。OK， 好的，好的，好。我们谭老师还会讲下一节课，所以呢，如果你觉得想重点听一部分内容呢，你可以跟他提一下，然后他可以稍微准备两天，然后下节课重点讲一下相关的这个内容。OK， 行，没事没事，我等一下会说 degree of freedom， 也等一下会说那个 type 1 type 2 error， 我说的不好的那大家先包涵，我下周一再补充。我说的我多数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比较通俗嘛，并不是那么严谨，那么所以希望大家，但是我认为我说的都是正确的，就大家这样理解都是没问题的，面试的时候就这么说，面试官会觉得你是真的深入理解这东西了，而不是把教科书上面的定义重复一遍，是这个意思。OK，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有那个参数检验和非参检验。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就是基本的，我们拿到数据之后我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比如说我们 拿到数据啊，一个 string 或者是几百行的这个数字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先画图看它的 distribution，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 distribution， 我们首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数字长什么样子。那很多时候我们统计的第一节课 linear regression，
那 linear regression 里面就有一些 assumption， 对吧？啊，比如说 linear regression 的第一个 assumption 就是说你这个 predict 跟 response 它的关系是 linear 的。然后呢，我们 fit 了一个 linear line 之后呢，我们去看它的 residual， 啊，那它的 residual 呢一定是 RID， 就是那个 independent， 嗯，那两个 residual 之间你不能有关系啊。第二个呢，它的 residual 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啊，就是我们去看那个学 R 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个 QQ plot。QQ plot 这个点啊都在一条线上面，我们觉得这很好。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residual 是 constant variance， 你 QQ 这个在 R 里面你会看到我们的 residual 是上下随着这个零、平均分布，那我们就感觉这个是 constant variance。 好， OK， 那么 residual normal distribution 怎么判断这个它是 normal distribution， 那就是牵扯到一个统计的 test。在 Python 里边呢，这个其实很简单，我不觉得大家要记住这个公式，就是说，碰到问题的 Google 就是了。我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拿到 data 之后，我们很多时候首先去看看这个 data 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就要观察它这个 data 的 distribution。在这里呢，很简单啊，我就先那个 random 了1000个数字出来，那我知道这些数字是 distribution。是这个是normal distribution。好，我的原假设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sample 啊 has a normal distribution。我的这个 alternative hypothesis， 我们这个 sample 它不是 normal distribution。然后 run 一下，那我们会看到两个数字啊，这个是 Python。这个是 SignPy 这个 package statistics 这个包里边专门的一个 normal test， 专门做判断这个数字是不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它这个学术的定义是这个 test 我也第一次听到，但是呢这个 test 这个 code 我是见过的。那这个 code 这个方程返回两个东西，一个是 test， 一个是 pstat。 这个 stat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 test statistic，然后这个 P 呢，就是 p-value。 Test statistic 在判断 distribution 的时候呢，用的是 chi-square statistic。 chi-square 我等一下会那个单独有一个章节来说 chi-square， 但反正就是运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有一个 test statistic 还有一个 p-value、啊、那我们其实可以根据 p-value 就直接可以做出这个结论，因为我们的 p-value 很大， 0.35 大于0.05， 对吧？那么我们 do not reject null 啊，我们的 null hypothesis 是那个这个 normal 它是 normal distribution， 那么我们不 reject， 那就是说我们接受它确实是 normal distribution。 那我们来画个图看一看啊，这个图像就是我们刚才这个 data， 这个 data 就在这里定义了，对吧？那我们就是这个是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嘛，很 perfect 的一个 example、啊、我们看到这个确实是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的图、啊、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过一遍就是这样。那么我在做这个例子的时候呢，我又 google 了，发现了这一个 test 它也是做 normal distribution 的、就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 我就 不 go to detail、啊、那同样的我定义了一串数字、啊、那我想判断这个数字它这一串 list 它是不是normal distribution， 那我就用这个 test、啊、同样的它返回一个 test statistic 和一个 p-value， 那我们根据这个 p-value 的值我们来判断。那同样的呢，我画了一个 distribution plot、啊、那我们看到20%个 observation 相当少、啊、但是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这样的判断我们来判断这个一串数字是不是 normal。 OK，这里呢我给大家就稍微说一下那个我们的 test statistics 怎么理解。我个人的理解，统计上课的话大类的 hypothesis testing 就这四大类、啊、一个是 z-test t-test ANOVA 跟 chi-square test。 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的话都是大数据，那么 sample size 一般来说很大，700个几千个这起码的。 z-test 跟 t-test他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所以说 either way either one， 我的感觉是这样、啊、
那你真的要说教科书上面怎么说啊？那也他会也很严谨的会告诉你啊，你的如果说你的样本小于30啊，我这里应该写着的。嗯，我这里有没有写？可能没有写。OK， 我的记忆当中就说，它你现在判断你的样本大于30还小于30，如果大于30的话，那就用 z-test， 因为这个 z-test 是 normal distribution，t-test 是 student t-distribution。那么小于30之后，我们还会知道你是不是知道这个population variance 啊？如果你知道 population variance， 那你就用 z-test；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用 t-test。哦，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日常真的工作当中没有用到，我从来没有用到过，大家都是好像都是混着用啊。但是面试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一个老学究，他真的会考你，哎，你跟我说什么时候用 z-test， 什么时候用 t-test， 那你应该有一点概念啊，你就会跟他说，在大数据时代，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得到相同的结论，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面写的不一样，我们教科书上面写的是。我们如果说有一个大于30的 sample size， 我们用的是 z， 因为 z test 是 follow 是 based on normal distribution。 t test however 不一样了， t test 你会判断你有没有知不知道 population variance， 如果知道的话，那我们还是用的是 z， 如果不知道我们采用这个 t。 population variance 怎么判断知不知道，题目当中会告诉你的，那就是说 就真的是学校里边做题的时候 population variance 告诉你了就是 z， 他不告诉你我们假设就是 t， 是这个意思。我一直很奇怪，我问个问题啊，我一直奇怪一个就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并没有 access to population 所有的这个对象，对吧？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 population variance 呢？对对，就是说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基本上就假设 population variance 是不知道的，知道的情况只有做题的时候题目当中告诉你的 population variance 是什么，那我们就用 t-test。 这个是我很自信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啊。Okay， 对，一般来说我们就是 assume population variance 不知道，我们就是用 t。 所以说很常见的是 two sample t-test 或者是 one sample t-test， 我大家不太听到 two sample z-test， 对吧？OK， 王俊成你要说什么吗？哎，我是因为我是做很多实验出身的，也做了研究 t-test 用的比较多的。你们说那个 population variance 的话，有些是机理里面，我们就说理论上假设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实验里面做的数据的话，我们就没有考虑它 variance， 基本上采用 t-test， 也特别是小样本，你假如用 z-test 或什么解释出来的，跟理论会差别很大。所以说，你们现在大家现在都做大数据的话，我就不知道。倒是 t-test 对小样本，特别是不知道 variance 的情况下的话，这个很重要。你假如用其他 test 的话，跟很多东西就是解释出来就是一团糟的。嗯 ，OK， 谢谢谢谢。OK， 所以我感觉 t-test 的话就更加保守一点，是吧？对，保守，特别是你样本少的时候，从实验室出来的话，数据就少嘛，没办法。嗯嗯嗯 ，OK。对，就是大于三十 z， 小于三十开始考虑 t， 这个意思。那 ANOVA 呢？这个是比如说 two sample t test， 两个样本比较。ANOVA 用在什么地方？我们有很多个样本了，三个样本开始比较，那就要用到 ANOVA。简单来说 ，ANOVA 我会在礼拜一重点说啊。Chi-square test，Chi-square test 它是一个 categorical variable 了，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的比如说比较。A 班的考试分数跟 B 班考试分数，那分数的话它都是一个 continuous variable。 Chi-square 用在是 categorical variable、比如说男生女生、就是 either 是男生或者是女生，对吧？你不可能出现其他的，或者是录取没录取，对吧？你录取了一个学校没录取一个学校，你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其他的，这就是要用到这个 Chi-square test。 OK， 那么我在这里说的是 test statistic， 啥意思呢？我的感觉 test statistic 它就是一个基于一个公式你算出来的一个统计量，它是这个 random variable。 那这个 test statistic 它就跟你的这个 critical value 比较，如果说你这个 test statistic 大于 critical value 的，我们就 reject， 小于的我们就不 reject， 它的用处就是这个用处。那么我这里写了一个例子啊，
这个公式就是我们去算我们的 z-score 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本身表达什么？好像我也就是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公式本身表达什么。这个公式就是来算那个 z-score。那算出了 z-score 之后呢，我们就跟那个 critical value， 意思是 1.96 啊，我们通常用的，或者是那个 1.645 进行比较。OK， 这是 test statistic。那么 critical value。Critical value 呢也是一个就是统计上面的概念。你看我们这幅图啊、哦，这幅图它是我是一个模拟的一个 distribution。 Critical value 是啥？ Critical value 就是说在这个 distribution 上面啊，我们有两个值，根据我们的 significance confidence、不是，根据我们的 level of significance， 我们去可以去断定我们的 critical value 是啥。那我这个图呢是一个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那这两个点呢都是 1.96 和负 1.96， 这表示在这一部分区域和这一部分区域呢，我们是 0.05 的 significance level， 我们去 reject。 这个我相信大家在上统计课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的图啊，这里有这个涂黑，这里也涂黑。那我们算 test statistic， 当我们这个 test statistic 是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的，我们就 reject。 当我们的 test statistic 是在这个区间范围的，我们就不 reject。 那当然这条绿线这条红线也可以动啊，那它的动呢，那就根据我们的这个一个，它为什么动，它根据我们的 significance level 来。第二个呢，它为什么动，它就根据我们是不是 one-sided test 还是 two-sided test 来。这是就是一些基本的。好，然后呢这个 p-valuep-value 呢，我记得我在面试的时候人家问我 p-value 怎么说，那我这个我是老和尚念经我都已经这个背出来了。 probability of making type 1 error， OK， 那这个他就要问了 type 1 error 是啥、啊、type 1 error 呢就是这个我们 reject the null hypothesis when the null hypothesis is actually true。 什么意思呢？让我想一想怎么跟大家说，怎么跟大家解释。嗯，假设，我觉得我要我的话，我一般就是举一个例子，对吧？就好像是你给一个人定罪了，对吧？那个人可能没犯事情，但是你给他定罪了，这个就是 type 1 error， 对吧？如果这个人犯了事情，对吧？但是呢，你没给他定罪，那个就是 type 2 error。嗯，对，就是这个，就说，就当我们的 null hypothesis 是真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嘛、啊、我们1000个人的一个学校、啊、男生比女生高，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就是假设我们认为这是常理、啊、但是呢 有一个班级女生比男生高、啊、那我们基于这个班级，这个班级是我们的一个 sample， 我们基于这个 sample 我们 reject 了我们的 null hypothesis， 这个发生的概率就是 alpha， 那就是我们这个 p-value， 就是说我们基于我们的 sample 女生比男生高、啊、我们推翻了我们的这个原假设男生比女生高，发生这件事情的概率，这就是 p-value、啊、那 这个就是 p-value， 就是发生了这个我们推翻原假设，当原假设是真的时候，这就是 type 1 error、啊、就是 type 1 error， 就是说当原假设是真，我们却 reject 了原假设，这个的概率就是 p-value。 type 2 error 呢，当这个 alternative hypothesis 是假的时候，我们却接受了 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这个发生的概率呢，它是这个它是、好像是 beta， 它就是1减 alpha 的这个概率。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考察的多的都是 type 1 error。 type 1 error 也是最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原假设是真，但是我们拒绝了原假设、啊、发生了这个的事情就是 type 1 error。 我等一下举例子的时候还会贯穿。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统计的一个 statistical testing、啊、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列一个我们的 hypothesis， 那我们画个图看看，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那个、看一下它的 mean、啊、看一下它的那个 standard deviation，那我们、
很多时候都是 Google 啊，我们找一个 appropriate 的 statistical testing 啊，去做去 fit 我们、去看我们这个 data， 一般来说呢，是不是推翻我们的假设，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我们有了一串数字，我们看它这个数字长什么样子。好， correlation， 那接下来呢，进一步呢，那我们就要看啊，我们这个 variable 跟另外一个 variable 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我们在做 modeling 的时候啊，我们有好多好多 variable， 对吧？那两个 variable 之间 correlation， 我们肯定要去看，我们不应该把两个 highly correlated variable 放在一个 model 里边，那这样会导致 multicollinearity 这样一个问题。OK， 那这个 correlation 肯定也是，就学统计肯定要知道的嘛，对吧？那我这里给了一个 sample 也非常简单啊，就假设我们有两串数字，两个 list。那这个 Pearson R 呢，就是说它是 Pearson 他发明的这个发现的这个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也很简单的，这个方程 return 给我们一个是 test statistic， 还有一个 p value， 这个 test statistic 就是我们的 correlation coefficient。那我们跑一下，我们发现、这两串数字它们的这个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是 0.688、p value 很小。那我们 reject our null hypothesis， 那就是说我们从这个 correlation 我们就知道、这两串数字差不多它们有关系、就是 correlation 嘛，区间是0到1，对吧？靠近1这两串数字是正相关，靠近、对，靠近0这两串数字是没什么关系、那我们 reject our hypothesis， 那就是说这两串数字呢是有关系的、OK， 这是我们的 correlation。 我问个问题啊，这个 correlation 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看这个 coefficient， 它越接近于一，它就越 correlated， 对吧？对。它这个 p value 的话是啥意思？就是一个越大，那 p value 肯定是越小嘛？会。这个 p value， 对，我 Google 了一下，其实我们平时看的都是 coefficient， 我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基于这个 test 的这个 p value。嗯哼 ，OK。它这个 p-value， 它这个 p-value 是一个、让我想一想啊，这个怎么说？我觉得面试一般也不会提到这个问题。对，我觉得它这个 p-value， 它的 null hypothesis 就是说，这两个 variable 它是 uncorrelated。我这里写一下吧。我个人觉得，对，算这个 correlation 还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对吧？但是我们一般就认为，比如说大于一个 threshold 就是 highly correlated， 对吧？对的。我们检这个 linear regression 的时候，我们也要一个假设，也是这些 variable 它是没有 multicollinearity， 对吧？这也是一个方法。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我就是在 correlation test 里边，我们的原假设 null hypothesis 是这两个 variable 啊，它是不 correlated 的，就是说 data 一跟 data 二它是没关系的啊。嗯哼。那我们这个 p value 做出来 0.028 小于 0.05， 那就说明我们 reject our null， 那就说明这两个 variable 它是有关系的啊。嗯哼。我觉得 that's it， 就是说明这一点。嗯哼。对，我们这个。做统计很多时候都是看这个数字，好像 p value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我个人之前学过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 NumPy 里边的，NumPy 里边的那个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EF， 对， OK， 好，对， OK， 好，这个呢就。它是一个，它给我们的是一个 correlation matrix 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数字跟那个Pearson R 做出来的这个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是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没有 p value， 它纯粹就告诉我们的一个 correlation 的 matrix 啊，也是就是第二种方法来算 correlation。这个 matrix 这个参量的话就，data one data 就是两两变量，这个某种意义上就是 confused matrix 是吧？ array 的话，对的，嗯，没错，对，就是简单的了，你不要就是，
当然这个 code 也挺简单，但是呢，就是另外一种方法的话，就是这样做一个 correlation matrix。嗯哼。好，那么这是两种很简单的啊，我们拿到 data 之后，一个看看它的长什么样子，第二个呢，我们 fit model 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用到看看这两个 variable 是不是有相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到那个 chi-square test。chi-square test 呢，我刚才说的啊，你如果说你不是一个 continuous variable 啊，你是一个categorical， 就是你有层次感，相当于是讲你有层次感的这种 variable 啊，都是 chi-square。那 chi-square test 又分两种，一个是 chi-square test for independence， 那第二个呢是 chi-square goodness of fit test。我曾经学习的时候，我一直搞不清楚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啊，直到我后来准备面试的时候，我才捋顺了一遍。当然第一种更加常见了 ，chi-square test for independence， 这个特别是做那个，就是学 logistic regression 之前，我们肯定要接触到这个 chi-square test。我这里给出了一个例子，也挺简单的啊，就大家看可以看我这个 table 啊，就男生女生，他们申请学校啊，那么。我们来判断这个学校呢，它有没有 gender discrimination。我们这里呢，一共有1438个学生啊，录取的、没有录取的，还有放在 wait list 上面的。我们就想判断，就是说这个男生跟女生他们录取或者不录取，是不是一样？就是说是不是就 gender 和 admission status is there a relationship？那这些呢，前面呢这些都是一些 description 啊， chi-square test for independence， 我们需要 test whether two categorical variables are independent， hypothesis 原假设啊，这两个 sample 是 independent 的， alternative 呢这两个 sample 不是 independent 的啊。好，那么这个 table 假设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在这个SignPy 这个 package 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样一个 function 来做 chi-square。 我们先把这个 table 弄好，这个 table 呢，那就是就这两行数字啊，这个 table 弄好，弄好之后呢，我们就 fit 一个啊，大家也就是这都是可以 Google 的，我们觉得没有什么。OK， 这个 function 给我们三个数字啊，一个是 test statistic， 一个是 p-value， 一个是 degree of freedom。因为 p-value 很小，所以我们这个让我想想看啊，对， p-value 很小，所以我们 reject our null hypothesis 啊，我们 reject hypothesis 是什么，是这两个 sample 它不是，哎 pardon 啊， OK， 哦，说错了，对不起，这个数字其实挺大的，大于 0.05， 那么我们 we do not reject our null hypothesis 啊，那我们就是我们的就说这两个 sample 啊确实是 independent， 也就是说啊 gender 和 admission status are not correlated， 那就是说那个你是否是男生，你是男生和女生对于你录取不录取没关系，我们可以就这个 conclusion。 OK， 就刚才有人问到这个degree of freedom， OK， 那我个人肤浅的理解 degree of freedom， degree 就自由度嘛，自由度表达什么，自由度表示的是你这个 sample 里面有多少个 observation 可以自由变动啊，就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一般意义上 population 的平均值是固定的，对吧，一个学校1000个学生他们的平均身高是固定的，但是你每一个班级出来的样本，你的这个平均身高肯定和 population 的 mean 不一样，理论上应该一样，理论上我们应该抽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样本能够代表整个 population， 那理论上这个样本里面的平均值应该等于 population 的平均值啊。那么那在这个理论上呢，这个样本比如说我们100个学生，有这100个学生里面有多少个学生的身高他们可以自由变动，使得我们这个100个学生的这个平均身高等于 population 平均身高，就是99个，
也就是说100个学生里边99个人的身高可以自由变动，但是最后一个人身高他不能变，因为99个人的身高你不管你怎么变，最后一个人的身高一定是就是说你有一个 mean 牵制着你，这个你100个人的身高的这个 mean 啊，你肯定要等于 population 的 mean， 所以说你只有99个人的这个身高可以变，最后一个人的身高它不能变，它是根据这个 mean 来决定最后一个人的身高是多少。那么这就是一个 degree freedom 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可能我说的不是很好，但我想一想我怎么说，可能下节课大家来重点再强调一下。在这个 example 里边，我想问一下，就是 degree freedom 这个东西，就我们平时在比如说看一个 model 的时候，看到它有，比如说有五个 variables， 然后就说它有 five degree of freedom， 这个是说它这个五个 variables 可以变动的意思吗？一般来说五个 variable 很少有出现五个 degree of freedom， 一般来说五个 variable 出现三个 degree of freedom 或出现四个 degree of freedom。小于五的。也可能也有五，可能我这个可能这个那个才疏学浅也不知道，我见的也比较少。假如都是五的话，五个样本都是 independent 的，你就做不到相关性或任何分析啊，肯定是小于五个自由度的，有一个条件限制，那你就可以继续分析下去，否则都是 independent 了嘛。假如自由度五的话，所以五个 variable 都是独立的，都是独立的话，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相关性。所以说你对它，你去分析数据就是找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呢。你最后你得出的结论就是 independent。一般说是对减自由度是 n 减一啊，或者是那个 p 减一，就是你这个如果说你有 p 个参数要估计，那么你就是这个 degree freedom 呢就是 p 减一，那这样在这个统计模型里面是这样。在这个 contingency table 里面，它的公式 degree freedom 公式是这个公式啊，就啥意思呢？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在这个公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total 的这些数字它都是 fixed， OK， 那其实就这六个数字在那边搞来搞去，20207到那个232，就这六个数字。那我们只要知道了其中六个数字里边的其中两个数字，其他的数字我们就都可以知道了，那就这两个数字，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数字，241，因为524我们是已知的 ，total 是已知的，那241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282，好，那这个数字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另外一个数字，我们再可以知道另外一个数字叫241。这个241知道之后，我们知道了282，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数字，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就所有的数字都知道。也就是说，在这个2×3的 contingency table 里边 ，degree of freedom 是2，原因是我们只要知道了任意两个数字之后呢，其他的四个数字我们都可以这个算出来，因为我们的这个 total 样本已经固定，我们已经知道了，就可以这样理解。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 chi-square test for independence，那我们这个他们是不是 independence 呢？我们判定他们是 independent， 就是男生女生和录取没录取没关系。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 chi-square goodness of fit， goodness of fit，就是 fit 的好不好，中文这个理解起来。那么教科书上面经典的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我们的一个数据跟另外的一个数据是不是 distribution 是不是一样，那这就要用到 chi-square goodness of fit。 那这就是回到了我们第一个例子，为什么我们在判断我们在做 normality test 的时候我们用到的是 chi-square statistic，那就是说我们想要判断我们的这个 sample 的 distribution 啊跟 normal distribution 是不是一样啊，判断两个 distribution 是不是一样，我们就要用到 chi-square goodness of fit， 那也就是在这个 chi-square test 这属于这一大类，就是 z-test t-test ANOVA 跟 chi-square test 是四大类里边的之一。好，我这里给出了一个例子，也挺简单的啊，就是说这个一个商店的主人，他个人感觉，
他每天都有60个客人啊，周一到周五他每天都有60个客人，但是呢根据我们的观察，他实际的客人的数量是这样。那我们就要判断我们的这个 sample， 我们的观察跟他的这个 expected value distribution 是不是一样。也挺简单的，我们调包啊，这里有一个方程啊，这个方程回来两个数字，一个是那个 test statistic， 一个就是 p value。 好，因为我们这个 p value 数字也比较大，那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们不 reject our non-hypothesis， 那我们这个原假设是成立的，就是说 observed 和 expected counts in each group are equal， 那就是说我们我们没有 we do not have evidence to against the null hypothesis，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chi-square goodness of fit。 我平时用到的这个好像不是很多，我没有想到很复杂的这个 example， 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再去找一找这个 goodness of fit test 他们那个有没有复杂的 example 说。好，这些都是就是我们拿到数字之后呢一些基本的一些这个 test。 接下来我就要说的是那个 proportion。 我们第一个呢是 one sample proportion， 也就是说这个是让我想一想这个怎么说。 OK，我这里写的是 population proportion， proportion 是它就是一个数字啊，它并不代表什么，它是一个 percentage， 对吧？它不相当于我们平时做 two sample t test 的时候，一定是比较 mean， 你要有很多很多数字算一个 mean， 那么这两个 mean 之间比较。proportion 呢，它相当于是一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啊，零跟一发生了没发生，或者是做了没做。那么我们去算这个发生的这个概率。那我给出的这个例子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这个教室 class 里面的124个学生，有23个学生呢考试没有过。那我们这个他们就考试没过的 rate 是 19%， 但是呢基于历史经验，我们知道这个同样的这个 test 考试没过的百分比只有 7%， 那 19%肯定比7%高，这个是我们这个从数值上判断，但是说从统计上我们想判断一下，我们这个班级啊，23个人没过，是不是真的是，就是我们教的很差，或者是学生学的很差，那么，again， 这个也是像炒冷饭一样，第一个我们要提出原假设啊。假设我们的假设就是说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ho failed in the exam is 7%， 我们的这个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就是说学生他那个 fail 的概率啊，他 fail 的比例它是大于 0.07。 那这个例子也不是那么复杂，一个是 point estimate， 那就是我们把这个 proportion 给算出来 19%， 第二个呢是 significance level，那就是 0.05， 因为我们是 perform upper tail test， 那就是那我们在这个 code 里边我们会写一个 larger， 这个就是调包 code 回来 return 两个数字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test statistic，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p value。 那 test statistic 和 p value我们学的教科书上学的时候肯定是都是用过公式可以算出来的，对吧？那这里呢我就列了个公式，那 这就是算我们的这个 Z score， 是判断 proportion 的时候。那我们的 conclusion 呢，我们 conclusion 就是这个 p value 很小，所以我们这个 reject 我们 reject 这你可以我们在这里可以 读到我们这个 conclusion。稍等，我 喝口水，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之前有位同学就是考到了这个 proportion 的这个 test， 然后他具体是考的这个 z 值，这个公式怎么
怎么得来的。哦，这个很理论，我也不知道怎么得来，说实话。对啊，我觉得如果你不准备的话，你当然能够吹出来，这个真的是挺难的。对对对，这个是很理论。嗯，我们一般就是知道怎么用，但是说真的要推出来怎么得来，那还是要花功夫，还是要去看看书，看一些那个 theoretical 的东西。你一看就是跟这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相关的，但是你是怎么推过来的？ 对, 对，是的，嗯，again， 我这个 notebook 呢，只是给大家一个像抛砖引玉啊，就是说，给的，基于我个人的感觉吧，那给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常见的 statistical testing 就是这样。那么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如果问到，那你如果说头很就是脑子空白，那就先瞎扯一点嘛，能扯多少扯多少，对吧？你把你能知道的 hypothesis testing 东西先都说出来，那么使得面试官知道你就是了解你知道多少。那真的工作当中的话，没有人就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个，也没有人真的是这个权威，大家都是边做边学。那么这个请教同事啊，或者请教这个老同学，总归会解决问题的。Anyway，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得到了我们这个 p-value， 我们这个 p-value 很小，所以我们 reject our null hypothesis。Okay， 那我们 hypothesis 是啥？我们 hypothesis 是就是说，这个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ho failed an exam 是7%, 7%、啊、我们 reject， 我们这个 conclude 就是说我们这个 proportion of students who failed an exam is greater than 7%。是大于7%的，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one sample proportion。那么有了 one sample， 那我们就有这个 two sample proportion。two sample proportion 呢，我这里给出一个例子，比如说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我 Google 了一下，它这个有很多的 data analysis， 那我就找了一个简单的，也就是说，女性在船上的434个人啊，最后生还了324。男性在船上的1680最后生还了323。那我们就要判断男性女性同样在船上，他们的生还的 proportion 是不是一样。这个肯定不一样，对吧？我们知道结论了，但是说我们用统计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确实是不一样。 OK， 那么comparing a difference in proportion 呢，我们就要用到这个 t-test 了，因为我们就要牵扯到这个 compare between one group to other group， 基本上只要知道 compare，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用的是 t， 我的感觉是这样。 again， 那这些 proportion 呢，它都是一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either 你生还了或者是你没生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code 的一个例子，我们有434位女生，那么生还的概率呢是75%的女性都生还了，我们有1680个男性在船上，只有19%的男性生还了下来。那么我们这个 population 1 population 2， 然后我们去算这个 test， 这个用算的它的 t-test， 那 again 这是 t-score 和 p-value， 还有这个是这个 degree of freedom。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p-value 是非常非常小的，那就表示我们就有很大的 strong evidence to against 我们的 null hypothesis。我们拿 non-hypothesis 是假设男女没有差别，但是我们 p-value 很小，所以我们推翻这个原假设，男女确实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在这里做的呢还是一个 two-sided test， 我们也可以做 one-sided test 来判断一下女性的生还概率 75% 却是不是大于 19%。 这个可以写 code 也可以做，我在这里呢就先暂时先过了。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two sample proportion， 就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做 one sample proportion， 也可以做 two sample proportion。 好， OK， 我在这里写了一点什么时候用 this， 什么时候用 t， 这个是我想了解一下。你说对，你刚才说 two sample proportion 需要 t， 它不能用 this 做吗？它其实也可以用 this 做的，只是大家常用的都是 t， 那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个 t test example。 你也可以用 z 做出来的结果结论是跟 t 是一样的，这点我可以肯定。好，然后我们这里呢
就是我就找了一点教科书上面的一个概念，什么时候用 Z， 什么时候用 T， 就真的面试当中问到，那你就可以这么答。我在这里就画了一个图啊，也就是说Z distribution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normal distribution， 那么 T 呢，它是一个 student t-test distribution， 当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呢， T distribution 会近似于 normal distribution，那就是所以说样本量足够大的时候，我们用 Z 用 T 都是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说我们的这个参数这个 统计了。参数统计就是说 mean 啊、standard deviation 啊，或者是 maximum minimum， 这都表示了一个样本里面的一个参数。第一个例子是 one sample t-testOne sample t-test 是啥意思？我们有了一个 sample、我们要跟 population 的 sample 去比，这就是一个 one sample t-test。 two sample 就是我们有两个 samples。 OK、在这里呢，我给了大家的一个例子也挺简单的，就是28个学生参加了一个考试，那么我呢分别统计了每一个学生他们这个做错题目的这个数量、那这个 错误的数字。那我们知道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population 的 mean error， 所有的学生做同样一张卷子，他们平均错误 6.56 道题。那我就要判断一下我们这个班级的28个学生，他们和历史上平均的来比较，他们是高了还是低了还是不一样。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的一个原假设就是说The mean of sample student errors 和 population mean errors， 他们两个是 equal 的、另外一个呢 alternative hypothesis， 那就是说我这个班级28个学生他们的这个 mean sample error 和 population mean sample error 是不一样、这里我就说的是 less than， 这是一个 one-sided test。 OK、用的是这个 function，我不觉得大家要记每一个 function 都是啥、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也可以做 one sample t-test， 然后用到 one sample t-test， 大家可以 Google 或者是看我这个 notebook、得到的是这个 function。 那我们先来算一下我们28个学生，我们这个班级平均数是什么，是 5.03， 我们要比较的是什么，我们要比较的是 6.56， 那我们肯定 5.03 是小于 6.56， 那我们这个班级表现的还不错，对吧？可以这么说。那因为它是这个 one-sided test， 那在 Python 里边这有一点它还不是很完善，它这个方程只是 assume two-sided， 它没有一个 function 里边没有一个 parameter 来调到底是 one-sided two-sided， 它都是一个 default two-sided。 那因为我们这个假设是 one-sided， 所以说我还要人为的把它这个 p-value 给调过来。那假设这种、就是调过来之后的这个 p-value 呢是就是 0.00027， 这个 p-value 也很小，所以我们这个推翻了我们的原假设，他们是一样，我们接受我们的 alternative hypothesis， 就是我们这个班级28个学生的 mean 确实是比 population 的 mean 要小，就也是给大家一个例子、OK， 那这幅图呢、这是我在网上面找的一个 sample，那我就把它这个数字都改了一改，改成我这个这个 example 的数字。那这幅图呢就表示的是我们刚才算了我们 population 的 sample size 是28，我们的 t statistic 是-4.44、那就是-4.44在这里我们算出来的 t statistic。 OK， 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 distribution 呢、我们的这个 critical value肯定是这个大于-4.4，因为-4.44是很小的一个数字、那大于在这个地方差不多、不对，在这个地方差不多、就是-1.96、那肯定我们是 reject our null hypothesis、因为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OK， 好，然后今天的最后一个那就是那个 two sample t-test， 这个呢是平时我们经常用到，那么最常见的两个 sample， 我们判断一下他们的 mean 是不是一样， the mean of samples are equal or not、
那么这也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 function 啊。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 data 一 ，data 二。那么我们去判断 two sample t test 它们是不是一样啊？结果做出来呢，这个 p value 啊很大，那这个两个 sample 是一样的。OK， 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例子呢是 ，sorry， 这是最后一个 paired sample t test。那有的时候我们怎么说？针对同样一个学生，我们要期中考试跟期末考试，我们要比较这个学生有没有进步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 repeated test 或者是 paired test。我们 A 班跟 B 班，我们以学号为这个 pair 啊，一组、两组、三组，我们就去看，就是每一个学生一对一对应的他们的这个比较。那这就牵扯到一个参数，就是是一个要用到 t-test 的是另外一个 function 在这个 sign package 里边。当我们这两个数字是一一对应的时候，原来的呢 data 1 data 2它们不是一对应关系啊，它们就是这些顺序都是可以乱的啊。那在这个是一对应关系，这就是说 0.873 只可能对应 1.142 啊，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用到，那这就是一个 paired t-test。 paired t-test 在 Python 里面呢是用的是不一样的一个 function。 那结论做出来，我们的 p-value 也很大啊，所以说我们 we do not reject our null hypothesis 啊，那我们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这个 mean 啊是 equal 的，是相同的。 OK， 这个我接下来要说一下就是今天的给大家的一个作业啊，但说 so far 我说的比较快，对，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倒想要有点多，所以说我说了快了一点啊，但是这个例子大家都在这里，大家可以看有什么大的 concern 嘛，或者是有什么大的 issue 嘛，我没有讲清楚的，或者是你觉得啊要听我再重复说的，没有的话我可以去说我们今天的作业是什么。对，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下节课还可以继续问。对，也可以，你可以跟雍老师反映啊，我说的好或者说的不好，或者是哪些地方你没有听明白要我再重新说的，我们大家再讨论的，可以下节课再说。 OK，因为今天是小长，今天周五嘛，小长假，所以我不想耽搁大家太多时间了，本来大家就应该休息了。 OK， 作业很简单，三道题目啊，我那个作业大家都可以从那个 Dropbox 里边拿。我让大家做什么呢？ COVID-19 啊，这个今年嘛，统计 data science 都很活跃啊，特别是 COVID-19 这个东西数据很多。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John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他有一个 dashboard 关于这个 COVID-19 的。他这个 dashboard 的一些 data 在什么地方呢？我找到了，就存在这里。OK， 我先回去吧，先看一看这个。啊，对，这个大家肯定熟悉的是吧，或多或少那个新闻里边啊，或者是刚刚那个三四月份这个 outbreak 特别热闹的时候大家肯定经常看的啊。但现在的话因为这个疫情大家也麻木了，所以说我也很长时间没有看这个东西了。很可怕的，美国已经600多万了。 anyway， 但是它这个背后的数字数据都是在这个 GitHub repository 里面。我就去找了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数据啊，每天他从那个他有 archive， 但是从4月12号一直到这个9月3号，他每天都会有 update 啊。那我想让大家做什么呢？我想让大家就做的是，你就选取两个数据啊，你进行比较啊。我们先选9月3号这一天，这就是昨天。这个数据表示的是每个州他们的 confirmed case death recovery active 啊，这个数据很多嘛。 OK， 那我题目里边第一道题目呢啊，就首先我们把 data load 进来，我就是怎么说，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去 figure out 怎么样 load 这个 data 啊，你把那个 GitHub repository 给 clone 下来。如果说你电脑不就是这个内存很小，因为它这个 data 量挺大的，
你 clone 不下来的话，你 either 实在不行，你就把这个 copy paste 到你的 Excel 里面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提我到时候也提供我这两个 Excel 吧。OK， 我起了一个头啊，我们把这个两个数据啊给 load 进来，这个路径呢改成你自己的电脑的路径。OK， 那我呢第一步呢，我肯定把那些我不想看那些美国的海外领地啊，把那些 Puerto Rico 啊、这个关岛啊、Virgin 群岛都删掉，因为这些有一些 missing 啊，有一些感觉这个数据不是很那个。quality 不是很多，我主要就 keep 50 states 和 Washington DC。 好，那我们就第一个我就想来看 mortality rate 这个 variable 它是不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啊，在两个 dataset 里面，两个 dataset 我取的呢是一个是0525一个是0903、啊、0525呢是 memorial day， 0903呢是 labor day。 那我们就想判断从 memorial day 到 labor day 这个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啊，美国的这个疫情啊，从数据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三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六月份的时候示威游行啊，什么打砸抢烧，对吧？七八月份的时候又是一个很大的一波，second wave， 有很多很多人感染，怎么样？那现在好像新闻好像又淡一点了。Anyway，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更早一点的 data 都可以，或者是你就可以选择你这个跟我一样选择 Memorial Day 的5月25号这一天的 data。第一道题目呢是判断这个 mortality rate 是不是 normal， 你可以去我的 notebook 里边找 sample code、啊、第二道题目呢是判断 testing rate 和 mortality rate 它们有没有关系、啊、新闻里边有的时候说因为美国 test rate 很高，所以说美国的这个 mortality rate 很高，就是美国防疫没有做好。我们看看数据里边是不是这个说的是一回事情啊、test rate 和 mortality rate 到底是不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find the correlation。 那第三题呢是我就想比较5月25号这一天跟9月3号这一天、啊、mortality rate 的这个 two sample t-test， 我们就要看这个 mortality rate 死亡率有没有降低，是降低了还是升高了还是一样啊、这个统计里边我们也可以去判断、啊、那我是当然是希望9月3号的 mortality rate 是小于9月25号。那这样的话因为刚刚开始嘛，大家对这个怎么治疗不知道，那慢慢现在的话大家起码对这个疾病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了，对吧？怎么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也希望这个死亡率可以降低一点，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数据是不是支持我们这个说法。 anyway、就是说这三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抽空可以做一下，然后星期一的话我也可以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三个问题。哎，我想看一下 mortality rate 嘛，这 mortality rate 的话就是50个州跟 DC 吗？对的，每一个州就是一个 mortality rate。对的、每一个州就是 mortality rate。 对、后来你最后想看的是他们的 paired sample test， 对每一个州来看它的是不是不是，就是看整个变 mean， 就 average 的，对 average， 对5月25号的 average mortality rate 跟9月3号的 average mortality rate 比较一下 pair 的比较。你的 normal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美国全国的就50个州 DC 他们的 mortality rate 是不是 normal distribution， 是这个意思？对对，我就想看看从图像来先画个图像看看是不是，那么那个用一下 statistical test 来判断一下它是不是。那这个 sample 其实就是51个嘛。对的，是的，对，对、对，因为我去掉了一些这个索马亚这些，因为我看了一下 data 有点缺失，那我想简单一点，那就我们就来看51个美国本土。那就这个三道题目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很难，都可以从我这个 notebook 里面找到答案。但说呢这个呢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做下去，因为这个 data 很丰富嘛，你可以做很多的一些 testing。 但说这三个呢是给大家一个起步， that's it。 OK、今天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先讲到这里，然后那个对有什么 follow up 有什么问题吗，我可以下周一可以做准备
啊，然后这个either跟雍老师说跟我说都可以。嗯，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群里面说。对，微信群里面可以说，我在群里面可以那个 follow 大家的那个 message。啊，时间也把握的非常之好。嗯，我这里有一个 link， 就大家点击这个 link 呢，就可以找到这个数据。那我想要的数据的是这个 Daily Reports US 啊。嗯 ，OK， 那么就是去找美国的，因为它如果 Daily Reports 的话，它是全世界的，全世界的这个 data 太多。嗯，就是更加 messy，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我不希望大家，花时间整理不是这个我的这个 lecture 的目的。That's it。嗯，好，如果说你这个，我也会把这两个 data 给那个放在那个 Dropbox 里边，大家也可以就自己方便一点 load 就可以了。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在 normal distribution 讲了两个。不同的方法去 test normal distribution 嘛、嗯、那这两个方法的话需要细化他们的那个，因为真正的样本的话你现在这个都还蛮 normal distribution， 那假如是碰到 outline、啊、这些的话是不是要考虑一些把 outline 去掉，对，去 normal distribution。 对对，是的。嗯，哦，那前端的话就是说在 normal distribution 之前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test 吗？我个人觉得，嗯，当然我的作业这个 test 我们就可以假定这个 test 都是 clean 的，不需要去一些 outlier、我也不希望大家去 outlier， 但是真的是，对，真的实际运用当中肯定有 outlier， 对吧？我们数据量很大的时候，那就就前端的那个有没有比较成熟的一些 model 啊可以用？哦，好像我的感觉好像没有，也没有什么很成熟的 model， 就是 case by case， 大家根据自己的 data 实际情况那么来进行操作。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数据量足够大，这些 outlier 扔掉也就扔掉了、嗯，不，我们不 care。 有的时候，但是你这些如果 sample 的话很珍贵，那你还是希望 keep outlier。 那个时候的 test 的话你就要考虑到有 outlier 的情况下怎么做 statistical testing， 这个肯定也是有方法的，但是、我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 我不知道。在这个在我这个 notebook 里边呢，这个 normal test 它是非常 standard， 就是说你有了这个 data 之后搞一个 normal test， 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判断这个 data 是不是 normal。 这是一个也是经典的一个 sample。 那最基本的就是说没有 outline， 就是有时候 left school 或者是 right school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 reject， 对，就会 reject our null， 那就是说这个 data 它不是 normal distribution。 OK， 那就是说你就要去通过它的图形判断它是另外的 distribution， 比如说它是、Poisson distribution 啊，或它是那个 chi-square distribution， 那你又分别用判断它是不是 Poisson distribution 的 test 和 chi-square distribution 的 test 去判断。行，谢谢。没事没事， OK， 好、我在这里没有列其他的 distribution test， 是肯定有的，但是说因为 distribution 很多嘛，那我想就是这个是以后的一个 topic， 就大家真的实际工作当中用到了碰到了不一样的 distribution， 那我们在 case by case 再分析啊。那今天的话就是这个课上面的话就是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讲一个大的例子，嗯，仅此而已。然后作业的话就是三道题目啊，希望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大家该放松放松，该休息休息，对吧 ？Labor Day， 好了，雍老师，我把那个交给你。啊，行，我们再次感谢 David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一课。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不下礼拜一再继续。对，我们下礼拜一再跟 David 再见一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说一下。好，大家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感谢。OK， 好好，大家拜拜，晚安，拜拜。